叫陈志强，今年33岁，来自东甲乌鸡嘎密。那么我的公司是 Santa Plantation Sendirian Berhad， 主要从事这个蔬菜批发跟种植的行业。真正这段地呢是在1975年开发的，所以这个以前是一片沼泽地，所以我们是在1975年呢开始种植呢，是种植香蕉，因为那时候很多树头啊就没有办法种菜。那么经过了一段岁月呢，那个树头慢慢腐烂了，所以我们整理了过后呢就开始种一点菜啊。老实讲啦，我目前三个孩子呢，当时叫他来接手我的工作他们都不愿意，所以他们都到外面去闯了，去创币了，结果他才回来。其实在我18岁的时候，中学还没有毕业嘛，然后年轻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，所以就被我家人抓回来菜园里面继续深造咯，那就做到现在咯。期间也是有试过尝试自己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可是都一直碰壁，到最后还是回来做自己的事业比较理想。这个是韭菜咯，然后现在在收割跟打包咯 ，packing 哦。其实韭菜呢，如果从用种子种的话，到可以采收呢，需要一年或到一年多的时间。可是我们基本上都是用它的根直接来种会比较快一点。第一步采完了过后，要把下面的这些角叶啊烂叶啊先挑出来，先大概的挑，等下去包装的时候会再仔细的挑，他们是用这种镰刀在靠近土面的地方去收割，收完了过后他们就会施肥了就会让它再长哦。像这个就是刚刚长出来的嫩苗哦，它的比例呢差不多是在10:1左右，然后有机肥大概是10公斤，化学肥差不多是1公斤。那么在化学肥方面呢，我们也是选用这个桥飘的3:15作为这个化学肥的辅助品。其实生菜呢是我们华人传统过年呢非常需要的一种蔬菜，在祭拜祖先啊，或者说五司财亲啊，都会用到我们的生菜。那生菜从种植到采收差不多需要50天的时间左右。像这种菜呢是很需要播种的，尤其是在后期的时候。可是呢以前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又奇怪为什么我们种的生菜会转，就是在一次很机缘巧合的情况下， Ernest Lam 来我们的菜园参观，就讲诶，这么你的生菜这样啊，哦，原来他讲说这个是缺乏波润，他跟我讲你不相信你拿去试啊。 OK， 他就给我 try 这个无色的波润， try 了过后真的是可以减少很多他转的这个我们叫做 B 货。如果是后期的 supplement 跟不上呢，他就会出现这样子，他叶子会很像转掉的情形，这就是缺少波润。这个是大菜哦，这个是我们也是平时没有种的，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才种。平常时候呢只有你拜祖先会用到，可是在过年呢基本上福建人也好潮州人也好都会用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我们也叫春菜，福建人叫长寿菜，平常的时候销量很低很低，一年就只种这一次，所以很多人会拿去拜拜啊，什么都是要有头的，因为这叫有头有尾。其实假如再讲回历史呢，我在7-8岁的时候呢就跟着我爸爸啊，正在他身边，然后去从事一些小型的啦。我们当时读书，我们家庭的经济是很辛苦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园里做一些工作了呢，回来才匆匆忙忙冲凉了才去学校。在我们这个 area 呢，因为大多数呢当时也是都是做农的，而且这片地呢当时开发呢全部有400亩，所以就是变成说当时大家都是从事这个农业领域了。而且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型村嘛，所以大家的当时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。其实呢我们这段地呢就是有个金三角的水了，所以一点算是天时地利了。它的缺点呢就是成也是金山水，出现问题也是金山水，因为当金山水干的时候我们就面对水源的问题，雨水太多的时候呢我们就面对泛滥的问题。看天吃饭的，这是一个看天吃饭的行业。
这个是素仔菜，我们也叫麻尼菜。目前麻尼菜的产量呢，一天差不多是500公斤左右。然后在我们收割过后，我们需要整理下面的这些干枝的干枝，我们需要把它打掉，这样子才不会浪费它的那个空间。哎，像最近我介绍你用的那个 Ascofor NPK 怎样？那个 Ascofor 3:15用了是不错，我们每次丢了两轮肥啊，如果遇到下雨天啊，它肥分流失很快，所以有多一次这个 add on 的 Ascofor 3:15啊，真的我们看到那个菜是真的会比较快大。那个生菜菜生怎样呢？会，它会长大，它会变得比较大。当然后面我们也是要加那些 boron 啊，其他的一些 supplement 啊。不过你加多一个3:15，在下雨天是真的有帮助的。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肥料咯，而且肥料的配方有个别不一样的。基本上我们用的化学肥呢，我们主要是以桥漂为主咯。桥漂的一般上我们的叶菜类呢是用3:15咯。像藤菜类呢，我们一般上是用12:12:17:2咯。好像我们最近有种一些榴莲啦，我们是有用桥漂的3:5，还有15:15:64了，就是轮回的放啦。这个是苋菜，我们也叫巴样。然后像我们这种坝头的呢，一定要送到这边，我们进行清洗，把这个泥土洗干净。那么苋菜呢，最主要的功用呢，其实苋菜的含铁量很高，所以对女性来讲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它可以做到补血的效果。老实讲啦，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呢，都可以说是从我们开始种菜得到的。我们爸爸因为当时经济不好，也没有留什么东西给我，那么就是必须要靠我们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去做。老实讲，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到我们会有今天这样的一点成就啦。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很有钱，不过当然吃啊用啊我们不用烦恼啊，当然我们有这样的满足感啦。而且呢，在这一带呢，当时呢，很多的农民跟我的条件是一样的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在这里我不敢讲第一了，不过当然我讲第二，没有人敢讲第一了，在这一带啦。我们的蔬菜是每日的必需品，接下来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做更进一步的扩张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带领一些新的技术啊，或者用一些比较新的 technology 啊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生产。或者减少我们的成本，像现在我们就有使用一些机器，让我们播种可以更简单，减少疏苗的时间，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改变。其实我对这一行的未来是充满期望的。人影响人，企业影响企业，生命影响生命，所以希望各行各业，农业也好，还是其他领域也好，大家都可以做到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，回馈这个社会。